我们继续来关心在新北市汐止的新台五路一段，22号深夜11点多，一台货车的底盘不明原因突然起火。来画面当中看到了，当时车辆底盘窜出火苗，还不断传来了阵阵白烟。消防人员获报，立刻出动人车前往洒水灌救，幸好火势在10分钟后扑灭，无人伤亡。但详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厘清。